这是中书省传来的奏书，说是望陛下亲启，万不能落入天后之手。陛下哪去了？陛下今夜留宿于何必宫。他骤然得宠，胜券正浓，陛下应该多加陪伴他才是。当年你母亲想要而不可得的，你全部都得到了。臣妾岂敢与天后争宠，不过是陛下一时错爱。一时？塔卡西妈高岛《武媚娘传奇》首播再重视。